安心亚假先许愿减肥，只骗人，只会骗人。哎，还记得安心亚9月18号生日时发的宏愿吗？特别生日愿望，我希望就是能够瘦到43公斤，就是只骗人，只骗人。偏偏你就要来吃吃穿。大胆啊，安心亚嚷嚷要减肥，言犹在耳，却被苹果直击他食言而肥。27日凌晨还在稀里糊涂吸食吸粉，看他用餐前先把秀发捧起来，也对了，免得吃了满嘴自产自销的法菜，您说是吧？哎呀，同事也担心他吃太多了，伸手过来，我是在帮忙抓跳蚤吗？接着就毫不客气的在非用餐时间大吃特吃起来。哇塞，不负其名，您吃的很安心呀。但令人不安的是，吃完起身，看到一件宅男女神的腿之粗勇，彻底与纸片人背道而驰，倒是像43桶卷筒卫生纸人。43比较好，43比较纸片人。是说啊，纸片人其实没多好看，心呀，不朝纸片人努力也行，但不要纸片人呐、啊。都是骗人的爱，让我彻底败给你了。苹果娱乐新闻，你安心肥吧，你报道。